Boss 哥，大佬，掉那马，我仲谂住出年去香港选翻个亚洲先生。事关无善个香港先生唔收我哋啲来老货玩家嘛。依家亚和电视出年四月都执笠啦，即系冇晒行。听讲亚和电视向中华民国75年已经搞香港第一次男性选美会，电视先生咁话。阿布拉罕细佬，屌你老母臭花系。过间亚和电视刑事刑批啦，香港老祖向成80年前，即系中华民国24年，已经向名园游乐场搞过一把男性选美会家啦。你提下阿爷收埋果段新闻纸歌吧。佢话全香港嘅大隻佬注意，招请10多彪形大汉。被大观声片公司指特制巨片残歌不日开拍，需要10多灰五嘅彪形大汉，资格如下：体重向150磅以上，身高5英尺8英寸以上，体魄需雄伟坚实，面部五厘好丑，最好系粗长粗眉。资格：广府、吊照、福建、客家、老松。五里边捻住嚟嘅唐人都啱，23岁以上、45岁以下都照杀。声音需响亮雄壮。报名每日上昼11点到12点，唔收报名费，由3月3号礼拜日到3月10号礼拜日止。如果对餐饮或戏感到兴趣，请亲身嚟中环电车老门派12号东亚银行2楼大观声片公司办事处树报名应征啦。Boss 哥，大佬，呢出粤语片《残歌》系有霍然嘅同名艳情小说《残歌》改编而成，霍然家机做翻剧务顾问，由赵树新导演，新靓就饰演一斗粤语嘅革命分子，向出片树打大赤勒达真君。徒手搏击单刀飞鞭力战大隻佬，后婆李以年做个天涯歌女，用琵琶挡望汉，拉男人嘴对嘴 kiss。 出戏向中华民国24年4月1号礼拜日已经开镜，用剑山来路史坚拿通声机收音，咁巧过斗鬼佬见到落娶咗老婆，带埋佢女人死嚟香港度蜜月，就亲身死去钻石山陈七花园树叉碌米嚟收音。阿布拉罕细佬，香港第一把男性选美最终向中华民国24年4月12号礼拜二上昼11点响北角七姊妹英皇道名园游乐场选中10几斗食过夜粥嘅大杂佬，佢哋响出片树要带大赤勒比索连博住板监等，又要冇大刀飞长鞭举大石，向中华民国24年4月18号礼拜四响筲箕湾渔村树拍外景，讲新靓就越狱俾人追过幕，要佢向屋顶跳落嚟，吸引几千人嚟睇热闹，由两斗摩罗踩大头绿衣帮拖维持秩序。向中华民国24年4月26号礼拜五，赵树新领队带卖新靓酒，李以年、霍然、简子轩、李之清摄影队员成10几斗友，搭架巴士车返广州市拍地打仗场面拉春天景色。